谷打卡18天。有人问 B 谷会不会把胸比小，不讲理论，直接看我的实力。这件旗袍是 S 码，我的腰部穿起来还是松松的，但是胸部的地方就后面一大块根本系不上扣子。其实啊，很多人在辟谷状态中的时候确实会有整个的维度都在缩小，但是随着正确的复食之后呢，该大的地方就会长，该瘦的地方就会瘦，但是要正确的辟谷和复食的方式。